畅通。其中一个例子可以大家睇到咧，就系、是、高士德红灯同埋斑马线嘅重叠，红灯同埋斑马线嘅数字，呢啲都系令到咧阻塞交通，令到啲司机咧系行到道路疏通唔到。咁呢一方面咧，政府真系要好严谨嚟去处理呢啲所谓塞车，令到司机搵唔到食。第二个样嘢咧，我想问咧，就系依家我哋有 Uber， 政府不断罚钱，旧年至今年罚咗几多？现时对 Uber 事件政府点睇？将来点处理？多谢主席，请政府回应。高端处员。關於高士德馬路咧，係一個問題。我哋而家馬納局長會具體啲介紹，係我哋而家做